若千年的光阴轮回里，是否只为寻觅真理？恍若所有思绪变熄火，是被启动，只为了你。尘缘似一场烟影，眉目缱绻中飘零，心之所寄皆输赢生而起。前生今生来生，与你相遇在每一个梦里，拂袖缓慢牵流影，掌心微光谁眼中倒影，回眸不舍离去，此情为你在心上停起，下一世再与你永不分离。我怎么在床上跟小白一起睡了？还好他没有咬我。哎，怎么感觉比平日睡得还要好呢？本座可没睡好。一条来自北方的蛇，为什么会喜欢吃南洋的榴莲啊？小白，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大家都笑我贪吃，都说我被猪妖附身了。又是这味道。他应该是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献给本座了吧，就勉强吃了。这世人间竟然有这么难吃的东西，真是奇怪。你平时能不能别吃这么多呀，就少吃一点。你又都吃光了，这可是从南洋来的榴莲，可珍贵了。算了，跟一条小蛇谈什么戒指。这不是给你的，你过来，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复原的真快，小白，你要好好恢复，马上就会变成一条健康的蛇。小青鸟，你怎么知道我给你准备了桂花糕啊？哎，小青鸟，奇怪，怎么连他最爱吃的桂花糕都不吃了？没有杏仁糕，没有芸豆糕，没有藕粉糕，什么糕都没有啊！为什么？不是说多拿些桂花糕的吗？谁还有空管什么桂花糕呀？我刚刚遇到一条小蛇妖，蛇妖？不不不不，我觉得是条大
大蟒蛇，大蟒蛇，或者是龙妖。对对对，一定是龙妖。龙妖，青云姐姐，我们快点走吧。没事，他没来，我们变成他的青鸟糕就已经不错了。谢天谢地，吓死我了！龙妖怎么会在夏侯府啊？是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该不会是龙妖也闻到刘云身上舒服的香气，要吃了刘云吧？天哪，我的救命儿要被龙妖拿去塞牙缝了！啊，青青姐姐，那怎么办呀？以后就吃不到桂花糕了。小白，你的伤已经彻底好了，我明天就放你回后山，怎么样，开心吗？终于不用吃怪味糕了。这几天我好吃好喝的招待你，你回后山了会不会想我呀？我可是会想你的。这感觉软软的，唐朝衣服。什么？唐朝衣服？这是什么？糖炒栗子，哎，好香啊！我昨天还梦到糖炒栗子，怎么今天就有了？不知是哪位好心的神仙听到了我的心愿，我虽然没有见过您，但您一定又英俊又帅气，谢谢您送给我的糖炒栗子。这世上哪有神仙这么闲，会送糖炒栗子给我？一定是小姐送给我的。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小姐才知道，我最爱吃糖炒栗子了。小白，你运气可真好，在你回山里前，小姐还买了糖炒栗子给我。这个糖炒栗子，又大又香又甜，可好吃了。我也给你吃一些吧。小白，小白，小白呢？糟了，他不会被人抓去炖蛇羹了吧？都没有，看来小白是自己先走了。
这条小蛇也太没义气了吧！我照顾你这么久，居然不辞而别。难道也就差这么一天了吗？我还专门托人买了榴莲，给你做榴莲糖呢。小白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还以为你被人蒸了、炸了、煮了、烧了、吃了呢。不过你常常化作人形，却忘了穿衣，实在是不同。若是女子，恐怕要被你吓得花容失色了。哦。别怕，我是小白。小白。你现在应该叫我龙王大人。你真的是我救的那条小白蛇？不是蛇，是龙王。你刚刚不是还在找我吗？怎么我一出现，你倒是害怕了？但你……你喂我吃蒸蛋、吃榴莲，我都还记得。对了，还有糖炒栗子。糖炒栗子是你买的？当然。真的是你啊？总之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会竭尽全力去报恩的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东西？这三界之中，只要你能说出来。我不用，我知道你没事就好了。医者行医，不是为了报恩的。虽说你能给本座治伤，是你的荣幸，不过本座不想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。快说，你要我怎么回报？真的不用。对了，你要真想回报的话，那你能不能把我买的榴莲拿走？我还挺怕那味道的。不是你喜欢吃才献给本座的吗？明明是你喜欢吃，我特意买给你的。总之你是特意为本座准备的。是啊，用我的月银买的，可贵了呢。那你也不问问本座爱不爱吃？这……不是，谁知道一条小蛇还会讲话呀？刘英，刘英你在哪儿？来了，小姐找你。总之，榴莲记得拿，我先走了。想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第三次天劫将至，你却没在自己的龙影天池修炼，甚是担心，所以就来了。我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是是是，那请问龙王大人，想必是去夺上古金甲了吧？怎么样，得手了吗？
当然得手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这次终于可以顺利飞升真龙了。我待会儿取几壶好酒来陪你等待。下次吧，我打算去人间玩几天，反正人间一年天上一日，正好可以消磨时光。凡人最爱那没用的功名利禄，虚无的珍宝美貌，你是最不喜欢这些的，怎么突然想到人间呢？你身上似乎还沾染了些什么不一样的气息哦。哪有什么不一样的气息，只是觉得天庭太过无聊，想去人间玩玩。走了。这千年傲娇的流氓怎么突然想到人间喜欢？这么像一个要吃药的龙王？当然不是，龙王，您一看就是英俊潇洒、气度非凡，怎么会吃我这种没有几两肉、永不鲜美的小青鸟呢？而且吃到嘴里还塞牙缝，抠都抠不出来，又爱观战，您说对吧？嘿嘿嘿，你笑比哭还难看，贱女人！你要知道，凡人跟我们妖族不同。他们的脸上呢有44块表情肌肉，笑的时候呢会用到50块，假笑的时候啊只会用到10块。所以说，人类说的皮笑肉不笑，就是因为……闭嘴！你为何对刘盈如此轻蔑？如实说来，要是让我发现有半句假话，我是来报恩的。我之前腿受了伤，被刘盈发现了。他没日没夜的照顾我，我才得以康复，所以我就一直惦记着他，想要报恩。我平常看到漂亮的花，就会叼给他，拿回去说。龙王大人，您要是觉得对此不合适的话，我就立刻马上再也不去找刘盈了，我就离他一里远。不，十里远。停。从此以后，你若想平安无事，就必须服从我的命令。是，龙王大人。我给你的第一个命令，就是以后回我的话，只准说一句。可是如果话都说不清楚呢？那我就听不清楚你的命令。那我第二个命令，以后你对刘盈，一如故往。但听龙王大人之令，我一定会和以前一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龙王大人，我叫青青，乃青青子衿的青。学什么文人卖弄文采？你连人脸都还没变好。这是天生的，变不掉。刘盈，你真不跟我去庙里进香啊？小姐，你就饶了我吧，
你知道我认床，我睡在庙里肯定睡不好，白天一听经文就打哈欠，这夫人又会不高兴了。也是，那我不在家里的时候，你不能太贪玩了。嗯，走啦。来串糖葫芦。好。姑娘，来点烤馅吧，什么颜色都有，您看看。这个多少钱？两文钱。哦，两文。谢谢老板，客官慢走啊。他如此爱吃，难道我就买些糕点包？不行，我会被整个天界笑死。谢客官，买书了啊。哟，姑娘，买书吗？谢谢姑娘啊，你慢走。哎，买书了啊，公子，买书吧，公子。就买本书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安，哎，你这里有没有画技更精湛、更稀罕的书？公子想要多稀罕的呀？春宫秘系那本的？嗯。春宫、冬宫都可以，只要稀罕。对了，最好跟龙王报恩有关。啊，报恩有，报恩有。虽然不是龙王，但也是君王。邪魅君王的报恩。啊。爱妃割肉为引，救了朕。你想让朕如何报恩？臣妾已经是皇上的人了，臣妾全身的每一寸都属于皇上，不需要报恩。不，朕一定要报恩。那臣妾就要皇上以身相许。以身相许？嗯，只有臣妾一个人能为皇上生下小皇子。好，那朕就以身相许。以身相许，君王的报恩都是如此。是啊，你懂的呀。哦，难怪我每次问他，他都不说。害羞了吧？你应该热情一点，主动一点才对嘛。怎么样，公子？这本书我要了。哎，干嘛呀？我懂了。是
什么懂了？我不懂。放我下来！我懂了，豹纹就是以身相许。什么以身相许？你快放我下来！豹纹不就是以身相许吗？一会儿我们就要同床共枕了。谁要跟你同床共枕？谁要跟你以身相许？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下来！书上还说，嘴里说着不要，其实就是要。这里是我的房间，你快出去！也对，是应该回我的龙椅天池。不是要回家吗？我带你回去。我不要你送，我怕高，我自己走回去。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知道怎么回去吗？还是我送你回去吧。我不要，我自己回去。哎，你走反了。明明按照书上所做，到底哪儿出问题了？说好一起喝酒，而不是我看你喝酒啊！你能不能别来烦我？因为本君缺酒伴，所以让人看着你这龙影天池喽。为何感觉你一直心烦意乱啊？有件事我一直搞不清楚。说。如果本座以身相许，你会拒绝吗？以身相许，这当然我明明都按书中作为，结果这次还被拒绝。龙王这是有心上人了？干嘛呢？为何总是出现在我脑中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受伤了？这么严重？我们一起去山上给你采些草药，一定会把你治好的。我看你浑身银白，那以后我就叫你小白吧。
知为何，你总能出现在我的眼前。现在受伤了，我不方便抱你，我先编个花篓，等会儿把你放在里面，我们再去采药啊。哎，你瞧，我带这个怎么样？这叫墨蛾，这个墨蛾刚好把姐姐的流星痕给遮住了。这棵树啊，千辛万苦，千方百计，千难万险，从人间的技术上买来的。要说起这梳妆打扮，那人间的女子真是比咱妖界的会玩儿。你看，首饰的颜色鲜艳，款式也多。我青青可是鸟妖界最美，青青姐姐最好看了。鹰妖为我痴情，鸭王为你痴迷，更别提那些雀小弟了。看我曼妙的身姿，看我要淡的脸庞，看我嘟樱桃小嘴，看我挺拔的鼻梁，看我媚眼如丝。青青姐姐，它掉了。你说这个流星痕怎么就去不掉了？就是啊，怎么会有法术都除不掉的疤痕呢？真想去命格星君的藏书阁找找答案，听说那里可以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呢。真的？真的。要是再加几味药效果就更好了。
等你前世再续前缘。